悬疑问答。师傅，有佛友问，就是说您当时开始不是说问家里佛台前的射灯是24小时开着可以吗？还是说不上香的时候必须关掉？师傅是说射灯上香的时候开，不上香的时候不要开。佛台不上香的时候开着灯也会招灵性的。房间的灯可以一直开着，但是佛台上的灯油灯和香灭掉了必须关掉。那请问师傅，这个射灯是可以，就是说射灯要关吗？师傅，这个问题一般射灯要关，我指的是房间的灯可以开。哦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有的佛友家的射灯和房间的灯它是连在一块的，可以同时开着吗？如果这样，它这个房间的灯和射灯啊，那应该开着没关系，一样开啊，应该开着。嗯，